好，那么就开始 KZ vs X Cola 这个比赛。其实 KZ 从日本来了，暂时在北京，然后他挑战北京的史蒂夫。但是 X Cola 的史蒂夫其实稍微打法是还是有点特殊，他是，可以说他可能是看的史蒂夫都是应该是 A Cola 的那个。学习的方式，所以他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性比较强的一个史蒂夫。然后现在 KZ 应该是他说在日本也是经常看到史蒂夫，所以他知道史蒂夫怎么打，但是嘛，知道也两码事。然后想什么是没有，但是哇，这个有点有意思啊，高度可以调整。OK， 对，现在宽车横臂的处理都大家都 OK 了。哦，现在，哇，这个是，现在还没死，但是这个状态是如何击杀呢？互相都是有点击杀难的状态。出了事，但是空货成功的话其实击杀不太难。然后来了连招，但是没有武器，没有武器就剑术方面判定方面都不太好。但是现在钻石，这个钻石剑，这个是如果 KZ 怎么攻略，对，先要破坏一个墙壁。孔维第一没成功，但是这个对 X Cola 跟 X Cola 应该他知道他会首先，所以他就是已经准备好，所以这个是可能 KZ 也是有点意外。然后空前，但是如果这个方面如果早点死的话，其实 X Cola 的努力也没有用。现在没有素材怎么办？漂亮，然后呢？哦 ，KZ 漂亮，这个非常漂亮，空下空前非常漂亮，而且现在刚才是 X Cola 没有素材，所以就没有什么东西了。空位空前，空后空前也没事，上 smash， 但是空后然后能不能回来，回来是回来了，但是130折，现在一次就拜拜了呀。 OK 这个 KZ 太敢，对，这个其实对的，就是如果成功的话可以升。No X Cola No 好，地方是小战场，对，刚才是很宽的一个地图，这次是不太宽。好，攻后两次，哎，对，这个是，对，史蒂夫的，OK， 因为莲花也是，其实体重有点像 Fox 那样的，落地速度和体重比较像 Fox， 所以 AAA 的一个连招是会成功的，但是没有东西了，没有武器了。OK， 又来了，但是李爷空前还没死，但是普币之后抓着，这个有意思的选择，先下头。哦。
环节。变人，抓芝麻啊！这个耐心了 ，KZ 太耐心了，这个是真的，如果一点点动了就像芝麻似的。然后空前没成功，但是 Xcola 来说先要想抓住下头，然后传递 OK 比较好。现在 Xcola 是炉火急下，这个是有点，因为莲花的这个速度其实2-0 Lima, OK， 漂亮的韩币韩 smash， 这个百分比是真的有点 X 过了，有点注意一点。97是弗兰的攻击，但是。可以，他的上臂的回来非常的熟悉。接下来，漂亮的空前，这个有点，而且现在问题是 Xcola 没有素材，所以先拿，啊。但是对，如果着急起来了就不行了，别着急，互相别着急。好，现在不好说，空前红上 smash， 红诶，哇、哦！韩币直接抓 ，OK， 而且有钻石，这个状态真的不一定。啊！啊！敌、啊、哦，不是敌 ，OK。好，现在这个手边。红前，但是很好的位置，所以被完美防御也没事，但是韩币漂亮，这个非常激烈比赛，2-0 KZ。